休息一段阵子，就觉得就是现在什么乐团要复出都不奇怪了，所以我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，就是午休四年可能之后明年应该是明年吧，我们现在就是很悠哉的在复健，然后就是两周练习一次，然后就是慢慢来，反正玩乐团永远不迟。好，下一首歌叫做《珊瑚礁之泉》，也是我去年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写的。